都说字如其人，写一手好字确实会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，但是世界上能写出好看字的人说多不多，说少也不少。在智能的时代下，机器人当然也需要会写字。今天小编要带大家看看机器人是怎样写字的。这个由外国打造的机器人的书写能力就非常优秀，通过将笔夹在机器上，一勾一画的瞬间，一排漂亮的手写体就呈现在面前，甚至还有笔迹深浅的变化，书写精度可是非常之高。这样的字体摆脱了机器打印文字的僵硬死板，看起来更具人情味一些。在此方面，马云也不甘示弱，其推出的阿里云人工智能一厅居然还能写春联。春联可是我国的传统文化，机器人写起来也是得心应手，通过不断的沾墨刮墨，行笔流畅飘逸，整个过程不急不躁。不仅如此，它还能够为你量身打造，根据你的愿望进行书写对联。机器人的力量当然不止于此，他们甚至还可以画画，一笔一画的巧妙点缀就可以协助人们画出一幅美丽的水墨画，这技术简直可以秒杀不少人了。